还有另外一个，你希望台湾吗？废话啊，你在这里那么多的这么多年吗？这么多年，中共有5年的，断断续续就来来去去。中文学了10年了，但是在跑来跑去的。对对对，对我做过的。我的可以做冒险的机会在这边比在国外很多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台湾出去的任何地方啊，都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是比较特别的事情，还是很酷的事情。我在这边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啊，可能是因为我是会中文的外国人啊，可能是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很友好的地方。你们按赞分享。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风打个大》。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陈远浩，那陈远浩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他是17岁的时候到台湾来，那个时候来台湾为了留学，他在台湾读高中，后来高中毕业以后他留在台湾，在台湾读大学啊，那大学以后他回去纽西兰或者美国我不知道，因为他是双籍，他有纽西兰的国籍还有美国的国籍，所以他就是在来来去去那两个国家。但是在台湾他的故事是充满丰富，所以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这段时间的故事。好，陈远浩，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让我来这边北方问的。分享一下我来到台湾之前啊，其实我有去，大概我16岁的时候有申请一个计划，叫做福伦社的交换学生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嘛，就是你可以跟他们，你要申请的时候，也要跟福伦社就讲说你想去哪什么国家，就是可能要选择3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选择日本，我选择日本之后，我也跟他们说我可能要去德国还是阿根廷啊，因为反正这些国家我就觉得说蛮有趣的。但是重点是说，是福伦社帮你选的，你不能自己选，所以到最后了，我就是就是跟他们面试之后呢，他们说可以当我们的交换学生啊，但是你要去台湾。然后我说哦，好啊，学点中文哦，是这样子。所以你17岁到台湾来的时候，你的脑海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个是你第一次出国吗？没有，之前有去别的国家嘛，因为我是算是国籍嘛，所以纽西兰、美国都有去啊，还有墨西哥都有去的。但是台湾是第一个亚洲国家，对，第一个亚洲国家了。然后一下飞机了，就像我在康熙来了说的一样，我就说一下飞机了就开始学中文了。然后那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啊，都很新啊，都没有碰过的，所以连很无聊的东西，看那些一些店啊，还是一些大楼啊，我都觉得哇，都好有趣，都很高哎。因为其实如果因为我来自加州嘛，加州的西部啊那边啊，他们的大楼都比较矮，就是只有几层楼而已嘛，所以因为那边的地很大。那个时候你住在宿舍吗？学校的宿舍没有，我是那时候是跟台湾的福伦社的家庭一起住，所以就是3个不同的寄宿家庭了。那你来台湾的时候，食物这方面，你应该很多东西、很多食物都从来没有碰面、没有看过，所以应该在美国的食物跟台湾很不一样。对，所以应该这个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你比较特别的经验嘛，就是要是你去问我那时候的寄宿家庭，他们都会说我真的是特别挑食罢了。然后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了。我第一个寄宿家庭啊，我那个哥哥啊，我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哥哥，他去买一些东西吃啊，一些咸酥鸡啊，我忘记了。你现在很喜欢哦，才变胖哦。对对对，最喜欢的食物是鸡排啊，谁不喜欢台湾的鸡排啊？还有甜不辣，台中的甜不辣。但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啊，他就去拿些东西吃啊，然后都是假的，然后就我跟他要啊，都是假的吗？没有，加鸡啊，加不是假，不好意思，发音不标准哦。反正是到最后了，我就跟他要一些东西吃啊，然后我一把摸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我被他放在嘴巴里，他就说：“哎，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我说：“不是加鸡吗？”他说：“这是鸡屁股。”然后一讲这一句话了，我差一点就吐了，因为也知道要吃屁股，我就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曾经有拍过一个影片，
那个影片里面我们在吃这些对他来讲很可怕的一些食物，屁股啊，鸡冠啊，鸡脚啊，鸡冠是他头的头上的那个东西，他觉得很可怕。那另外一个，你的中文非常流利，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你可能就是听起来没有什么口音，很标准的中文，比我们好多了。所以应该很多人现在很好奇你的中文是怎么学的。我看过，等一下，因为他曾经上那个小 S 那个节目，他问他，你的中文是怎么学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呢？他跟小 S 说，我一下飞机就开始学了，对，是这样吗？而且后来他也是用这一句话来就是形容他这个状况啊。对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算是一个好的学生啊，然后所以我是女生的问题吗？跟女生有关的吗？对，要看什么时候，要看年纪吧。就是19岁的我跟现在的我差很多了，所以因为我今年27岁了，我才我头发开始变这么少了，但是老实说嘛，我用的方式就是我会跟往到处跑啊，跟大家互动啊，就是聊天啊，就是我有个一被邀请的，我马上会答应的，就是说哦，肯定要去的。我是你要我不会问那么像台湾人会问的那么多问题，就是说要几个人去啊，几点去啊，然后去什么地方，然后最后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又马上就说，如果他问我有没有空，我说有空或是没空，如果有空我就去了。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就是学习，我觉得是错的，因为这样子不管有多累啊，有压力有多大的，我还是要去练习。然后即使我17岁了，待了一年之后，我还是要高中毕业嘛，所以我还是得要回去美国。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坚持的，就是想办法要怎么就是维持我这个中文能力啊。所以我发现我家的旁边就是大概也离我也没多远，大概一两个公里而已嘛，就一个台湾人开的一个教会嘛。然后所以当我在萨克拉门托我的家乡嘛的时候，十八岁的我就是会天天去那边跟他们聊天啊、玩啊，就这样子可以有机会说中文了，因为他们教会上的用来的语言都是中文啊。这个是一个重点，你学语言，当然那个看课本也好啊，去上课也好，但是你还是要跟当地人交流。对，这个是台湾唯一个学语言的缺点，因为跟外国人交流，用英文交流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当然我们来台湾学中文的人，我们每一天有这个机会，你在这里学一些新的词汇，你可以马上出门跟当地人交流联系一下，这个是 也非常重要，也我觉得不太需要害怕。当然一开始你会说错，你会有一些尴尬的、连到现在了，我已经学了10年了，我一直讲错啊。对啊，但是一辈子都会这样子。反正语言就是这样。对，语言都是这样。对，很认真。所以你要学语言，你要听一下那个陈元浩的学习的方式。还有上说为最后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还有关系，我很啰嗦。没关系，你继续讲。就是最后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你要找一个你都有兴趣的东西来学习啊。所以当我因为没错，对我这个人来讲嘛，我是对饶舌嘻哈音乐有兴趣的。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谈到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谈到这个了。OK， 反正是对我，因为我对饶舌有兴趣的，我会天天看就是蛋堡、热狗啊这些歌手的歌词啊。短记啊，短记肯定会，但是短记打台语歌也很多，所以看那些字也对我是没用啊。短记他是南部人，所以他的歌就是以台语为主。对对啊，那个时候你很红。你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还没有来台湾，所以就是认识他以后，我会去看那些 YouTube， 他上很多节目啊，小 S 我没有上过小 S 哦，不要这样哦，上过一些很多那个节目啊，小 S 那个不要闹。哦，不要闹工作室吗 ？Stop Kids Studio，、哦、对，很多你反正你在 Google。打他的名字很多，那个时候你很在那段时间就很快就红起来了。对啊，因为应该不是因为我哪时候有什么说了什么特别的话，还是我又做出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在台湾的说中文的外国人真的比较少，
然后是比较出名，就是比较早出名，我才有这种爆红的机会了。因为我们现在很普通，对，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普通了。我还记得十年前吧，在台北的外国人真的很少。但是我这一次，虽然我们现在住高雄了，但是我最近有去了台北一下了，就是找一些朋友聊天啊，我发现到处都是外国人完全没有感觉。我五年来台湾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觉得外国人有点有兴趣，那有一些人会那个偷拍照啊，偷拍照啊，对啊，还是哦可以跟你拍照吗？觉得哇很有点奇怪，有点尴尬。17岁都很爱这种趣事。对对，那现在感觉全台湾就习惯了。这五年来，台湾有发展很多，所以外国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不会觉得我们不特别了。对对对对，没有觉得这个是好，这个就代表这个社会在进步，所以、对，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对，那另外一个那个时候你是很红，上。然后总共有上过《爸妈囧很大》《四方话老师说》《网络温度计》《康熙来了》《二分之一抢》，还有什么？写下来太多了。还有另外一个，但是我忘记了很多种。你好像曾经有跟我讲，你对这些经验啊，并不是那么开心、乐观哦。其实有比较。你对这些经验其实比较负面的一种感觉。没错，因为那时候的我其实中文不太好，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一直说，那你中文是真的很好啊，很厉害的。然后一去上这个一些碰上天，类似的，对对对、所以就被邀请过去。我第一次上综艺节目啊，就是全台湾最红的就是《康熙来了》。所以我当我快要去开始录音之前呢，我肚子很不舒服的，一直觉得啊，我真的没有办法进，我觉得很紧张啊，压力很大了。然后一开始录音呢，有拉肚子吗？应该有吧，我忘记了，但是反正类似的感觉。要多喝水哦。感谢你。对对对。OK， 说到这个了，女孩子要注意一下，我们要讨论拉大肚子这种事情。OK 。然后就是反正我第一次被那个我忘记了那个男人叫什么，那个放鸟那个，对啊，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出很多书，他很厉害的，我就刚好忘记他的名字了。反正他问我的、啊、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频道有什么预算，然后就那时候我挺不懂预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说啊什么，他说 budget， 然后。很丢我的脸啊，就是觉得哦，第一次上电视节目啊，然后被访问啊，然后就听不懂了。然后你的个性可能比一般的人比较敏感一点。对，我是比较完美主义，我真的比较完美主义，所以一出错了，我就说哇，我这个人是真的太烂了，太逊了。然后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有一种比较负面的态度来看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会觉得说，以我们这些来宾来讲嘛，我们的权力蛮少的，就是实力蛮少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被他们邀请过去，被利用，有点被利用，但是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反正就是对我这个年轻的男生来讲嘛，你是一个产品，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玩具而已嘛，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虽然他们大家都对我挺好的，都很 nice 啊，都很专业，但是还是带来一种比较有。不好的感觉了，就对了。对，反正那个时候你很年轻，但是大学以后你会去纽西兰，那你在纽西兰、美国，你在部分的时候你在纽西兰，后来你去年的时候回来台湾，那你回来台湾这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你为什么要回来台湾？它的原因呢是什么？那个原因有。对，蛮有很多原因的，反正我还记得，因为是你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因为我现在要做饶舌音乐了，我是嘻哈制作音乐制作人啊。那个时候台湾应该全世界唯一个没有严重疫情状况的一个国家，而且纽西兰那时候也还好，对对对对，但是所以他觉得跟没有像台湾好，对，没有像台湾好，但是反正都是岛啊，所以就比较容易可以。控制的、然后他就是尤其是那时候美国的疫情爆发了，就是疫情已经爆发了，所以他就我经理就很莫名其妙，我就说为什么你真的想从一个很安全的国家搬到一个是全世界最严重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呢？美国吗？对，美国。然后我就回答说，就是因为我任性啊，老家就是这边在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袁浩很任性，是这样。所以呢，话说回来，你在台湾这次。快一年了，快一年，对，快满一年。那你这次在台湾
你觉得法奖怎么样？哦，你要跟他们分享你的那个最新的歌手。哦，我的歌嘛，我歌曲嘛，我最近的歌曲刚出来 ，OK， 所以我的第一部 MV 上个礼拜出来了，这刚上线了，对，上线了，它叫做有意武士，然后因为我就会说以我这个白人来讲嘛，很少人会觉得说，而且你很白，对吧？特别白啊，比你看你就比较像意大利人啊。我们那个时候去海边捡垃圾，他。我晒伤晒得很严重的，没有穿那种防晒的。你看这边还是能看得见吧？对对对对，哦，它变成一个龙虾，差不多了。皮肤特别敏感，要小心。不会，就是连擦防晒，我要每十分钟擦一次，不然我会晒伤。我是真的严重了。对啊，你不像一个英国人啊，我血统比较像啊，可能有西班牙的血统，我算他运气不错，你不要像我这样的，真的是太危险了。对啊，反正有意无事嘛，我这个白人来讲嘛，就很少人会以为我要去当一个华语饶舌歌手，就是用中文唱饶舌歌嘛，因为其实态度上我不是很嘻哈，还有就是穿的外表也不像那种嘻哈，很街头那种嘻哈的饶舌歌手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的都很 gay bye 啊，就是都很假。所以我就不想偏向那种风味的。但是你是加州人吗？不是加州，我对吧？我在加州长大啊。所以有一种嘻哈的一种感觉。因为我想说，我要因为有意无事的意思就是说要假装你没有看见某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例如说你又看到一个歹徒，就是做某一件他犯罪啊，然后你有故意的，就是你有犯罪吗？没有犯罪过。你要假装。然后假装你没有看到啊，所以就是在法律上的你有罪，就是因为你有意无事，就是说你明明就有看见，但是你不去说，你不承认。感觉嘻哈它的来源，它的起点就是有一些，因为是那个地下的音乐嘛，嗯，所以这个犯罪这种的形象。跟嘻哈有关系，有关系的。我会觉得说，我们比较像我们有点像一种外国人啊，因为主流社会嘛，他们就有可能在美国有一种主流社会，他们觉得要标签的怎么样啊，要做什么工作啊，要信什么宗教啊，嘻哈都是反对这种比较主流的趋势嘛，所以我也想要拒绝，就是哎、欸，你怎么可以说我不是很嘻哈？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能当华语饶舌歌手？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像一个会中文的人啊？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理由写我这一首歌的，来说我是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我是对饶舌有兴趣，我对饶舌很有热爱的，我只要有意无事，就是假装我没有看见，反正我还是要做了，是这样。但是感觉现在嘻哈不像以前，因为现在嘻哈是很主流的市场化。Okay. 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现在那个中国有嘻哈，台湾早就有了。现在不是中国有中国新说唱吗？反正它都被查禁了。所以现在每一个国家有这个东西，所以应该不像以前，就是因为以前嘻哈，我们的就是脑海里面的感觉就是黑人会唱的嘻哈的歌，但后来有很多不同的人开始唱嘻哈歌，那现在大概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类似的这种的嘻哈歌，包括台湾啊，亚洲国家都有，所以应该现在嘻哈的范围都很大。哦，对啊。对，有陈元浩，有陈元浩，我是最极端的，是在最右。对，所以现在你对你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就是有什么希望吗？有什么愿望吗？对的，你想留在台湾吗？对，我想用这些音乐嘛来申请签证，在这边定居啊。来申请台湾的就业金卡，因为听说我们台湾的文化部就是因为他们想吸引就是一些有才华的有才的外国人来台湾发展啊，所以我想要就是把我这些作品给文化部看，然后他们接受的话，他们可以给我这个就业金卡了，因为在台湾嘛，我不想在这边就是教英文，我是开心有这个职业嘛，有这份有高薪的工作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嘛，不是我的兴趣，我对这种东西很热爱的，我是对台湾跟音乐很热爱的，所以我想要
用这种方式来台湾发展的、不然我不会想留在这边、所以文化部，如果你在听的话，拜托了，拜托你了。对，你为什么喜欢台湾？为什么喜欢台湾呢？因为也就是也蛮喜欢台湾人的腔调啊，然后喜欢就是，我不知道。这很难解释，就是一种台湾人的态度啊，就是你要去某一个地方啊，你一开口说话了，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啊，大家都很愿意跟你互动啊。我这个是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趋势了。但是我真的不愿意说台湾的东西好吃啊，台湾人很香呀、啊。很多外国人都已经讲这么讲过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做过的。我的可以做冒险的机会在这边会比在国外很多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台湾出去的任何地方啊，都有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是比较特别的事情，还是很酷的事情。我在这边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可能是因为我是会中文的外国人、可能是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很友好的地方，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在这边的人生啊，我这边的生活啊，会比较有趣一点，比较有意思，比较疯狂。对啊，我就觉得台湾整个社会有允许啊，这些不管是那个冒险的活动，还是文化交流这些活动，台湾都有。对，可能就是反正在纽西兰的话，我的生活方式都比较简单啊，就要起床啊、上班啊，可以赚一点钱啊，薪水不错啊，然后一下班啊就可以跟朋友去酒吧喝啤酒啊，然后聊天，然后回家睡觉，然后每一天都几乎都这样的。然后其实在台湾呢，认识的人啊都有，就是各有各种的都有了，然后可以去的地方各有各种的都有了，所以就是说在这边。虽然薪水比较低啊，但是唯一个缺点，就是薪水比较低，而且没有这边很热也是，对对对，我很怕热了。但是这边能够做到的事情，这里也没有冷气，还要在这边拍摄。他每次来我们家，因为其他的房间都有安装冷气，都有冷气，只有我这里的房间没有冷气。那他每次来我们家，所以可以开冷气嘛？因为几乎我都不会开。很神奇，他这边比我还台湾，因为我就觉得开电风扇就好了。他每次来，他说要开冷气，所有的朋友来，你可以开冷气吗？家里面的温度都要22度啊！对，这太夸张了吧？台湾30度啊，台湾百货公司嘛，台湾百货公司很夸张。我愿意付这个电费。每次去一个台湾百货公司，差一点冷死。你里面这太多了吧？我心跳本来就很快啊，你看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地球暖化。台湾百货公司他们开那个20度，也可以24度、25度也好。22度是最舒服了。很冷哎、太多了，而且用掉的电，我觉得很恐怖。Oh, OK。对啊。好。我们要多在意这个，多关心就我们这个地球。对对对对对。好。如果你对他的音乐有兴趣。他会在下面放一个连结啊，然后希望你们按赞，然后也分享，因为我想要在这边如果没有爆红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申请这个就业金卡，所以我就是要求求大家救命 ，OK？ 你们按赞分享的话，我遇到你可以，我愿意跟你用英文聊天呐、拜托了。好的，对，一定要去看哦。所以谢谢各位谢谢你今天来看我的影片。如果对我的影片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按赞，你一定要订阅哦，或者你可以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好的，对，谢谢你们，下次见哦，拜拜。